很高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关于素描的绘画的思维和技法的问题。那么今天我讲给大家的课题呢，是绘画思维与技法。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是我在1998年、99年的时候看到过的一本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写的一本，叫《用右脑去思考》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在中国也有一些翻译的版本，比如说5天教会你画画，比如说这个像大师一样思考，像大师一样画画等等的这样的题目。那么这本书的核心的思想呢，讲的就是如何在短的时间内，让你去进入到一个绘画的一种状态。那么我根据我的多年的学习绘画的经验和教学的经验呢，把这本书从一种西方人的视角，转换成了我们中国的普通的学生、普通的同学可以掌握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课程呢，也是针对于如何在短时间之内进行一个绘画的突破。我们看一下这个书的作者，他是美国的一个绘画的教学的一个教授，也是有博士学位这样的一个导师。那么他的课程呢，也是被翻译成了多国的语言，所以的话也是具有一定的一种学术的价值。那么在国外的一些大学，比如说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需要学习绘画这样的一种技法的这种学科，导师会给他们设置一些参考书，里面就会有这本书。所以的话呢，这也是在国外的一些大学院校中需要学习手绘的同学必备的一本这样的一种教材。所以的话呢，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特点，我给大家呢把这样的一个课程转换了一下，转换成了一个我们最简单的掌握一种方式。所以的话呢，我给大家压缩和提炼以后，这边我也在这个网络平台中推广了一下，也是做了一些课程，叫做3天学会画画因为我在我的这个教学经验中，把最有用的部分从5天呢又进行一个提炼所以的话，各位同学可能会觉得3天真的可以学会画画吗？你听听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也许你今天就可以学会画画。那么好，我们看一下绘画中的一些要素。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课的一个大纲，你绘画的历史，还有绘画中的右脑的思维模式。绘画的要素分别为轮廓、结构、光影和质感四个要素。那么在之前的 Betty Edwards 美国教授他做的这本比如《5天学会绘画》这样的一种书，里面讲了绘画有5项能力。那么这5项能力的话呢，分别是比如说轮廓、复形、透视比例，还有光影以及质感这样5项能力。那么我在这边的话呢，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概括和总结。那么概括总结为5项能力中提炼了4个要素，所以我在今天的课程中会把这4个要素给大家重点的讲解。那么大家掌握好这4个要素以后就可以很好的掌握绘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章节，就是你绘画的历史。谈起画画呢，每个同学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接触过无论是你在小的时候，还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随手涂鸦。那么你还有没有记起你当时在小的时候最初画画的时候的样子呢？我们看一下这几张画，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每一个人画画的一个基本的历程。3、4岁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涂鸦期。3岁的时候，你画的东西呢，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是用最基本的线条去表达一个最基本的符号和概念。那么4岁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基本的符号语言，圆圈代表头，2个眼睛，2个小点代表眼睛，然后再加上一些线性的手臂、线性的腿，那么去做一些什么呀？讲故事。那么在5岁以后，你进入到幼儿园，那你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所以的话呢，你可能会去画一些，比如说风景。那么关于画风景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吃力，因为这个远处的场景会有近大远小的透视变化，所以你很难去表现近大远小，所以用一些这种由大
变小的一些长方体啊、长方形去表示空间变化。那么8到10岁的时候呢，你可能进入到小学，在小学的课程中，你去学习到的是一些关于课程题目的创作，画得更复杂，更多的场景和人物关系。但是依然呢，还是你的小学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幼儿园时期的一些符号性的语言在画面中重复的出现。那我们再看你继续成长到10岁、11岁以后，你画的是什么样子呢？你可以看到这两画是什么呀？10岁、11岁的小朋友画的。那么他们的状态呢，是不再满足于这个儿时的一种符号性的语言，而是什么呀？去更着重于对于现实生活中有一个观察，但依然会有些细节是保留了儿时的一些符号系统。所以我们说，没有经过培训的成年人画的，并不完全是他们看到的景象，就好像是你去学说一句话，那么语言学家、作家说的是很华美、很多修辞的一句话，而你能听懂，但你说的可能只是它的大意，所以你会失去了很多这种啊空间语言或者具体的这种啊表现的这种细节。那么第二个就是他们只是记录下来要画什么，然后按照儿时的符号系统对眼前的认知快速的翻译成词汇和符号，也就是说你只是把它概括，然后去按照小的时候儿时的一些绘画的行为进行一个重复，所以你画的不再是写实，而是一种眼前认知的一种符号的转换。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成年人绘画的一种基本状态，和你不了解绘画的时候，你绘画的这个成因，或者是你的意识控制着你的行为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看看如何去理解绘画呢？给了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绘画到底是怎样能达到一种这种你看到的图景就是你画到的图景呢？给大家要讲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适合绘画？具备3种基本能力的人可以适合绘画。第一个就是接住这个投来的棒球，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对于空间移动的物体这种路线和这种确定的一种位置有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就是穿针引线的能力，对于一个具体的焦点有一个定位，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第3个呢，就是清晰的抄写文字的这种能力哈。那么我们看一下，真正能影响你绘画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在哪儿呢？我们说绘画呢，它是手、眼、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配合。那么手呢是非常灵活的啊，你比如想画的这个线条粗一点、细一点都是可以的。那么你想画的重一点、轻一点也是可以。那么眼睛呢？大家看这个世界呢，都是具有这种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这种图景的观察能力。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和整合呢，来源于你大脑。那么大脑的话，你又有左脑和右脑的不同的思维模式。左脑呢是这个思维脑啊、语言脑啊、逻辑脑，而右脑的话呢是绘画脑、空间的那种想象脑啊，包括韵律啊、包括创意啊这样的一个这种啊大脑。所以你作为这个绘画的过程中呢，左脑和右脑相互配合，那么又相互影响，那么最后呢，完成了一个你观察到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呢，这2个功能会有相互的一种制约。那么有些同学问了，说那老师，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大脑的思维模式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来测试一下。那么这是一个旋转的跳舞的女孩，那么你看她到底是向左转呢，还是向右转呢？我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分辨一下。有些同学说看的是向右转，有些同学说看的是向左转。你看到的图景左右不同，那么是表达了你的什么呀？思维的方式是有不同的。可以看一下，你怎么看啊？它是什么样的大脑类型？向左转啊，向左转。
像左转的话，你会是一个左脑的思维类型，像右转啊是一种啊右脑的思维类型。所以你如果是左脑的思维类型，那么可能在绘画的过程中啊需要有一个转换啊，转换成右脑的思维，你就比较适合画画了啊。那你如果直接是右脑的思维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讲解我们的课程了，毫无障碍，对不对？那有些同学说，老师，那我不太好，我现在可能是左脑的思维，我该怎么去办，怎么去转换？那么好，我接下来的练习呢，就是给大家去啊讲解如何去从左脑思维转换成右脑思维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接下来也会给大家一系列的练习。那么好，我们看第一个练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左右脑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转换的一个练习，让大家去体会一下你左右脑的那种思维状态。那么这个练习的话呢，我会给大家十分钟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十分钟的话呢，是画这样一个人面酒杯。那么这个人面酒杯的话呢，你需要的是准备出一张八开纸，那么八开纸的左边和右边各画出一个人的半侧面，一个半侧面，也就是我们现在 PPT 左下角的这样的一个图景。那么 A、B 两个半侧啊，在你的画纸进行一个啊描绘。那么描绘之后，我们的话呢，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现在先准备出一张八开纸，然后呢，把画面画纸的左侧左下角的这个人啊的一个侧面，在你的八开纸 A、B 画出两个半侧。那么在这两个半侧画好之后啊，我们会进行下一步。所以呢，希望大家现在啊，可以暂停一下这个视频的课程，准备一下啊，画好之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课程。好，画好了吗？哎，好，我们回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课程练习。那么在你两个左侧都画好之后，我要求大家啊，在你的两个图景中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啊。第一个图景的画的右半侧画一个对称的脸啊，人面酒杯的另外一个对称的脸的时候呢，你是要用语言和行为配合完成绘画。那么这个语言和行为配合是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你不说话就不要画画，你画画的每一笔都要在说话。换句话说，就像我说的，比如额头，哎，说额头的时候你笔可以动，不说额头的时候笔是要停顿的。然后比如眉弓啊，鼻梁，鼻头，上唇，下唇，下颌，哎，脖子，也就是说，你画的时候，画的每一笔移动都需要有你的这个语言作为一个像墨水一样的支撑，哎，完成这样的一个图景。那么这是第一个练习。那么第二个呢，你就可以屏住呼吸啊，深呼吸啊，完全不用考虑语言啊，你去静下来啊，去完成啊，用你自己觉得你理解的方式画就 OK。 那么好，现在再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暂停一下课程。那么大家可以用语言的方式和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啊，把它的右半边画出来。好，我们暂停一下。怎么样，同学们都画好了吗？那么我们想讨论一下，你们觉得是第一个画的容易还是第二个画的容易？你会发现在第一个画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一个矛盾呢？你在动笔的时候可能就说不出来，在说的时候就动不了笔。哎，对的，因为你的说话呢是左脑的系统，而绘画呢是右脑的系统，那么这是两个完全冲突的系统啊。如果你能一边说话一边画画，事实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你在画右面的时候，你可能是更多的考虑我左和左边对称，和左边去进行一种呼应关系，以及还有就是他们那种对比关系，每一个对应点的位置去调整，这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的话，相信你画右边的时候，这样一个图景会更容易。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左右脑思维的一种状态。
那么换句话说，左脑的思维呢是语言的逻辑的，啊，右脑的思维呢是图景的啊位置的，啊形状的，那么这两种思维呢是相互转换的，所以你是不是有点转换呢？OK，我们看下一个课题。好，那我们先讲到这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